还是谁啊？我你走去耍。莫安尼讲，平常时啊，社区的安全都拢麻烦你啊。我怀疑这两个嫌疑上大。安怎讲？因甲我一个熟识的朋友有讲过话，而且心同讲，伊对这个真有印象。等下我等下对一下，看这两个是毋是有前科，若有前科哦，就较好找啊。麻烦你。对啦，我查到你给我的这个名，戴天祥、乔若婷、甲戴世伦，这三个人并无任何关系，嘛无前科。因无移民加拿大？无呢，目前拢住伫台湾。啊，这个戴世伦是不是38岁啊？伫个台北吃头路。你查这三个人是要创啥物？我怀疑这三个甲拍金门的人有关系。我先来等。等下，连江请你来啉咖啡，啉咖啡啦。好，谢谢三哥，再见。系列的，明明都是38岁的人。想在官库查到的，伊才28岁，搁伫作弊。敢问这系列的是诈骗集团？我是要来甲秀敏讲的。糖加油啊！我不要。无加油啊，干无哪会好啦？才三年级，那不是你破坏我的父亲，我怎么哪会有人照顾？你袂记进前哦，我会来照顾。你哦，你自己都欠人照顾，什么照顾？好啦，你无爱吃物件，我爱给我照顾你，我归去啦，我爱你。咱来房间休息。坐点吃就好。既然你人都坐伫遮，这门你就先做吃吃。啊，我甲你试啊。哎、哦欸，好，我甲起来。哦，好，你过去。十三年前的代志，你啥拢袂甲我讲啊？真歹啦，遐尼久之前的代志，讲有啥物意义？王爷讲较重要。王爷不是讲你适合晚婚，是要晚婚？十三年呢，你害我无翁无囝，我以后老啊，是啥物人要照顾？我陪你啊，你一世人拢陪袂起。我甲你饲啊。我来甲秀敏来讲，
失恋是骗子，伊敢会相信？若知影讲骗一届，伊敢有法度承受爱唔着人的打击？贴吧，啊！头家讲你已经提啊，贴吧嘞？有啦，贴吧我已经提好啊，你稍等一下。嗯。嗯，叫你提贴吧，你拖拖刷刷。安怎啦？你敢确定你要结婚？我贴吧都已经印了，你问我是不是要结婚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印贴吧无偌济钱，你要想我清楚较要紧啊！哎呦，你是搁要害我结袂成功？我唔敢啦。哎，你哪安尼怪怪哈？是有什么代志吼？哦，我知啊，你一定是唔甘要我离开这个社区，对不？对啊，我唔甘你离开，因为你若搬离开这，就无人跟我搭嘴过，我也没关系。哎、嗯，其实哦，我嘛就唔甘要离开咱这个社区的。啊，无你就把我当作是嫁出去的查某囝，啊以后我嘛定定等下这个后头出看大家。我敢若唔捌问过你，你到底介意失恋多少点？足侪点嘞！伊这个人哦，足正派的，对我温柔体贴，啊，佮对我足尊重的。虽然讲我两个年岁有差，啊，不过伊嘛袂予我感觉讲我有代沟。啊，佮上重要的是，伊愿意为了阮两个未来认真打拼。你毋是无熟悉偌久？你这么确定啊？拜托，我周秀明呢？迄凊彩人哦，跟我讲两三句话哦，我就会当知影讲，伊是好人还是歹人。你真正确定？你了解这个系列呢？臭神医，你到底想要问啥哈？我想要问你，你若想清楚啊，我都无问题啊。你真正有够无聊的呢？因这贴吧偌济钱啊？咱啥物交情？钱毋是重点，重点是你真正爱幸福。我同你买足幸福的啊！你真正有够奇怪呢，一直讲一寡莫名其妙的。赞的呢，哎，这鹿角蕨吼，实在是潜力股哦，嘿，利润哦，实在是有够好哎，那是真了好，哎，一年赚到钱的啦。嗯，哎，阿兄，阿兄，阿兄，阿公今日看落转来啊？哎，系啊，阿兄，嘿，鹿角蕨哦，会当投资，啊，你有兴趣无？这种物件我唔捌啦，啊，恁好好啊研究就好，哦，哎，阿尾哦，阿公投资的钱你是处理好啊未？拄仔已经还伊未啊？阿舅，来，你看是不是你啊？哦，嗯，王姐，我收到了。阿兄，多谢你。哎呀，我收到就好啦。哎，爱去研究清楚再投资哦。阿兄，你放心啦，我会。嗯嗯。阿兄，恁兄弟吼，豆豆讲，我来准备按灯啦。好。搞定，啊！我去倒三工。好好好，嗯，
阿强，嗯，进来。哦，哦，这摆选举哦，真闹热呢。希望哦，会当有种老人出来吼、哦，为民服务，安尼咧百姓哦，拢敢想要安居乐业嘛？是啊。彩虹啊，嗯，你拄只讲你要投资迄啥鹿角什么？哈、哦，迄鹿角蕨啦。嗯，阿嫂，嗯，你一定吼、哦，唔捌看过对无？嗯，来，这，这鹿角蕨吼、哦，阁袂歹饲呢。今嘛吼，等下着时，所以这价钱吼，差到吼900万拢有呢。哇，有影无？嗯，我嘛是拄只哦，才听人讲诶，这900万哦，啊，搁有1000万诶，拢有啦。就好看咧。嘿，真啊假？我真正看袂出这假在伫倒。这吼爱内行诶，才看有啦。来，你看，这吼是鹿角蕨诶市价，诶，这上俗诶啊，这张哦爱10000块呢。一张啊，囝，嘛爱10000块。嗯，来，这张吼、哦，啊，可才10000啦。但是饲了水吼、哦，第一花吼，计少才会惊人啦。来，哇，啊，那投资这一定足好赚的。我嘛是安尼想，那是要投资吼，得要趁早。起码吼，迄阿强伫咧做，迄将来一定会趁钱的。阿嫂，嗯，你要投资无？嗯，我哪有钱投资啦，我钱拢借你拿。阿嫂，恁借阮钱吼，真感谢啦。等阿强哦，赚到钱，连本带利哦，还予恁啊。嗯，其实阿强是专门靠的，一定会赚钱。其实吼、哦，这种会赚钱的生意，迄阿强嘛无想要找吼收一个股东啦。啊，不过恁无共呢，咱是一家伙啊，有好康，当然嘛斗相报啊。嗯，好啊，等我有两箱钱的时阵，一定会投资。好啦，咱今来去炒菜。欧巴。